酒店行业危机四伏，身为行业开创者的他还好吗？我断定五年之内你这个酒店要卖掉，你不卖掉你守不住这个业。季总看到我第一句话就是你不要问太犀利的问题。乐言，你应该这么做这个事儿。久经沙场，他能否 hold 住新场子？很抱歉，你得接着站着。亮灯的免费房间一间。后起之秀频频超越，天命之年他还有机会翻身吗？你怎么看 Airbnb？ 我非常的害怕的。打倒你的不一定是锦江，不一定是首旅，可能来自于外行的野蛮人。对，我觉得心里不平啊。窝氏堂再出发，这位行业先驱、创业教父能否坐稳红沙发？华住酒店集团创始人兼董事长季启做客窝氏堂，精彩即将放送。本节目由百年品质西班牙原装进口贝蒂斯特级初榨橄榄油独家冠名播出。商汤新人道，财经野人文，各位好，欢迎收看由西班牙皇室油油贝蒂斯特级初榨橄榄油冠名播出的波士堂，我是袁明。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这位 boss 啊，最近有喜，非常大的喜事，他得了一个很大的奖。这个奖有多大呢？据说历史上得过这个奖的人还有蒋介石，有巴金，有金庸，有李嘉诚，有王家卫，都是特别大的大咖。这个奖的名字叫做法兰西共和国荣誉军团骑士勋章。哎，他是怎么获得这个奖项的？啊，我听说他今年已经50知天命的年纪了，请问他还像他过去一样那么的爱折腾吗？好，赶快请出我们今天的 boss， 人称创业教父的华住酒店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季启先生，有请。Hello， 季启你好。我没搞错吧？一过50，走路就慢成这样了。我以为是骑着白马出来的呢。骑士不都骑白马吗？骑白马的一定都是骑士吗？这个年代骑士不骑马了，也开吉普车了。骑自行车。这个骑士勋章是什么样的？就一个铜的个牌子吧。这么大？我给我儿子玩了的，我这。啊，你就随便玩了。那个现在不能带了，太大了。靠怎么样才能够拿到这根红线哈？他们是奖励那些对法国的文化，就是这个商业，这些等等有杰出贡献那些人。我觉得我也没啥杰出贡献的啊，我跟法国太有缘了。如果有前世的话，我估计我可能有一世曾经是法国人。我觉得你从我的吃的开始，你看我喜欢葡萄酒，我喜欢 cheese。对啊，我喜欢这个生蚝。所有的西餐我仅仅吃法餐，我是一个美食家，虽然袁明知道的。对，我到一个城市去可以没有美丽的风景，但是甚至可以没有美丽的人，但是我必须有好吃的东西。张腾很热心的带了一样东西，因为他知道季总很喜欢。我们听说呢，就是说季总你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吃水煎包，所以我们就准备了一盘大湖春的。对，因为曾经呢，季总在节目里是透露过，他当年的人生理想就是发财了之后，随便打个车，想吃生煎包就吃生煎包。这个，这个猪肉，你说是有是养的还是吃饲料的？我吃不准。这个面粉是澳大利亚产的还是东北产的？哎，这人呢，一有钱就做作了，对，太做了。我觉得至少应该吃一个。现在季师兄已经没有学生特质了，像我们当年在交大的时候，这东西一上来，其他都不管，先吃了再说呗，对吧？依然是学生心。哦，那肯定不是的。如果是学生心，马上上手就吃了。他的胃已经不是学生胃了，胃已经是老板的胃。他已经是法国胃，吃过生蚝和红酒的胃了。哇，这个我们怎么样？顺民意嘛，还是有，还是很好吃。青春的味道是吧？好。谢谢张腾，好吃吗？刚才这个包子真的是很有深意哈、啊。从不食人间烟火的法国骑士，那么高大上，那么遥不可及，现在回到了我们中间。我觉得季师兄真的特别体现了我们交大理工男的成长过程。真的，我们当年没毕业的时候，我们出去吃饭，点菜全都点最硬的菜。
就是像这种生煎包，人吃饱肚子的，上来都是一大盆一大盆的肉，面托大排，对，都大排啊，对，包子。到后来嘛，工作了，稍微有点钱了，就开始要有前菜、中菜、后菜、凉菜、热菜，对吧？到后来，有一部分人像我们季师兄一样发家致富了，就开始要吃什么法国菜还是什么菜，在哪里吃？这个猪肉是在法国养的还是在什么黑龙江养的？就开始计较了。这个演变的过程真的太典型了。你有没有觉得人越活越累了？是不，我觉得人生的境界，我觉得自然的一个那个时候就是满足的生理需求嘛。那时候吃饱饭，你说整天是多还长身体呢，那时候我还练健美呢，对吧？这是生理需求的。我那时候也没有什么酒店啥的，至少你吃饭得吃饱，对吧？你第二个阶段，你肯定是要实现自己的一些理想啊、梦想，可能就会追求为生活而奔波嘛。到第三个阶段，可能更多的是精神层面的东西了。对吧？哎，我觉得我吃法国菜吃的也很多，喝的酒也不少，为什么我就没那个 ？OK， 然后你说这才，我从小时候开始，从大学里我最喜欢第一本书就是法国报书名作家的，对吧？罗曼·罗兰的书，我也太多的，包括法国的这些沙特的东西，对吧？法国人的很多兰波的诗歌，我对法国东西就自然而然的就喜欢。美国的文学没法这么吸引我。英国的太沉重，简爱了什么呼啸山庄，要什么要吃要活的，法国人就很快乐，就很开心。一说法国就全部是男性作家，一说英国全部是女性作家。人家听说法国文化就是嘴的文化，就一个是吃，一个是说，还有一个是接吻。您觉得呢？哎，我觉得吃说接吻，我觉得都挺好的呀。就是我没交过法国女朋友，就是有点遗憾和可惜。因为我们季总在波尔堂的这个历史上也算是我们老朋友，来过好几次，大屏幕上可以来看一看啊。初上波士堂，二上波士堂，三上波士堂，气质越来越好了，越来越帅了，越来越成功了，越来越酷了，越来越像骑士了。为什么就没有人注意到他的头发越来越长？最早的衣服就是三里屯买的假名牌，你还穿过这个？穿过，像那个南通建筑公司的，对对对对，包工头的感觉。他们说那个农叫什么乡镇的那个集体所有制的标准的土豪线，对对对对对对，不是还没到土豪级别，还没到土豪，但是我觉得满脸的憨厚和眼睛里那种透出的光芒还是很好的呀。虽然衣服不怎么着，这个衣服叫 Timberland。Timberland 对吧 ？IT 男的标配。对 IT guy 这种、第三个就是上下了。就是您现在身上的这一身。对对对。我倒注意到有一个细节啊，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越来越瘦了。他刚在后台跟我们说了哈、这个他现在已经控制体重在65公斤左右了，靠什么样的方法？生活自律。首先我不熬夜，基本上。极其自律，晚早饭非常丰盛，菜基本我自己种的。晚饭对我吃的非常少，有时候不吃，有时候吃一粒榴莲或者吃个什么东西，喝一杯葡萄酒，一天喝一顿酒，中午喝了晚上就不喝了。OK， 然后天天锻炼，我每天6公里左右的慢跑，天天在跑步机上跑。还有一个很重要，我打坐，每天睡前40分钟左右的静坐。听说你现在已经可以轻松的双盘了，要不要看一看？要。虽然也有个垫子的，没垫子的困难难度高点，就屁股这儿再加一个小垫子吗？也行啊。啊，这单盘。这单盘，哎呦，但是还没有双盘。你先感觉到这个不能，这个不能。今天不行吗？行啊，你怎么可以啊？哦，好厉害啊！瑜伽大师。我一般是单盘。单盘，你双盘可以盘多久？双盘，你只要心静下来，可以盘蛮久的。关键心很多，你心不静，像我这样子，熬了还老难受的。有没有人想要来挑战一下季总？你来试一试啊！袁明姐姐太坏了，她这个身材坐下去都很难，还酸吗？哎呦！哇塞！可以的，软胖级的，软胖级，嗯，胖的人家是软妹子，她软胖子，胖的灵活。谢谢您，谢谢您。打过的时候，你是这个心思是怎么来把握？是想什么东西还是不想？特别是不想还很难。我觉得在这个时代，这个大家的信息量都太丰富了，这个所有的事情都非常的对称了，然后人有时候自己不知道自己要什么，然后被各种各样的局、各种各样的群、各种各样的这种什么媒体。
体所打扰或者所分散。我觉得这个时候尤其要把你的时间你的资源放在那些你认为最值得珍惜的地方。我现在微信朋友圈我大部分是关掉的，但是留了好几个就是朋友的，那朋友的文章如果写得好的文章我可以打印出来啊，然后我自己来看，我看的时候手上会放一支 mark 笔啊，我会把一些好的段落好的文章记下来。我觉得这种浅层阅读是浪费时间，所以我必须做深层阅读啊。朋友圈是不够的，那么我就会读更多的书啊杂志啊等等。我觉得就要把你的时间有人讲浪费在美好的事情上。我觉得季琦今天说得非常好，生命只应该浪费在值得浪费的事情上。那今天我们的提问和回答也应该是这样，各位的好问题，期待你的好答案。如果现场的观众觉得答得很好，他们就会亮灯，你可以坐在红沙发上完成我们接下来的部分。没问题。如果大家觉得答得很一般，很抱歉，你得接着站着。脱黄场啊！好嘞，亮灯的，免费房间一间。这个会选呢、啊？这个败票太过分。好，我来几个难度高的问题，看看他能不能答得好。我们先从李若山李教授开始。李老师你好。读了交大没有那个，很遗憾没读成复旦。如果你以后收我做学生的话，那么什么博士硕士，我觉得这是我的荣幸了。这又是继续卖票啊。提醒一下，待会儿也有交大人物的问题，先不要把话说完了。我发现你是个非常非常典型的交大理工男啊，因为你到每个酒店你去拿瓷去量也好，你去看枕头啊，看什么东西哈、啊？季琦以前上节目的时候跟我们提到过，就为了做酒店的时候是住了各种各样的酒店，每到一个酒店啊，就像神经病一样，带着一把尺子去量一量别人的浴缸到这个马桶有多少距离，那个床是几厘米，什么角度，怎么样最精简节约的把每一分做到极致。我发现你只关注了一个问题，硬件，所有的都是关注硬件，床的大小、房间的大小等等都是硬件。那么在短缺的经济时代呢，这个是可以的，但是现在我们要的不是硬件了，我们是需要的服务和软件，下一步如何来完善你这个软件方面的一些改善。第一个，我觉得这个我们经济型酒店虽然有很多问题，但是我觉得它的带来的好处比问题我认为还是要多的。如果去杭州出差，杭州的阿曼大概一个晚上大概4000多吧，一间房间，对我来说还有点心疼呢。而周末的杭州的全季汉庭的话，大概一个晚上可能在200块左右。我们每年接待的人就是人房数是1亿，可能有几千万人在我们这儿睡觉。就是我将来的目标是要把汉庭做成有个叫国民老公是吧，我要做成国民酒店，就是让中国的普通老百姓包括市民甚至农村的那些到城里来看，就是看老公旅游看孩子的这些人，他们能够住得起住得上我们的汉庭。第二个，我觉得我们现在中档酒店非常成功，我们去年也把雅高的中档和中高档全部在中国的全部收购了，又给提供你们的选择。我觉得对于李老师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们这么思考，其中的关键点两个字，品质。这个品质又是从硬件到精神层面都是需要的品质。好，好，谢谢季总。从情怀说到了举措哈，来第二个问题。第一财经的乐言也是你交大的学妹是吧？啊，是。OK， 好。认识季总真的很多年了，然后刚在节目开始之前，季总看到我第一句话就是你不要问太犀利的问题。真的？真的。哎呀，对，每次开发布会季总总要点名说，哎，乐言来了没有，然后说乐言来了不要问太犀利的问题。对，你要问什么问题？真的吗？多年前因为这个经济型酒店这个行业总是会给爆出一些相对负面的新闻，我们第一财经肯定也是本着这个客观真实的原则去报道，给他造成了一定的心理的这个阴影。那既然一个帅哥在你面前说了这样一句话的时候，你当时的心理活动是怎么样？我觉得我还是一个专业的记者，所以我还是要问一些我们第一财经应该问出来的问题。交大女生就是被宠坏了，他们就有时候有点太任性。真的，今天两位交大美女，作为我的师妹。其实我们现在看到整个这个行业确实存在很多问题哈，包括之前如家的一些这个事件，让大家又把这个目光放到经济型酒店上面来了。那其实说到底，我觉得还是一个经济的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你成本的控制，所以导致包括卡片党的这些事件啊等等。那这些这个行业问题折射出来，就是说我们这个行业以后要怎么样去可持续的这个去发展。首先，我觉得我对那些大众提供服务的所谓服务类品牌，我要讲一句话。
不管是我们的汉庭，还是如家，还是肯德基，就是给老百姓提供日常服务的这些东西，关注度是最高的。美国有一个判例，一个老太太被那个麦当劳的那个咖啡烫了个大腿，说赔了$100，对吧？那我觉得这个不可想象。为什么呢？司机怎么可能说烫个大腿？你说你赔$100，我想我这都挺好，咱自己以后交个大腿或者交个手，然后也赔$100去了。我觉得没有办法，我们做这一行必须忍受公众和媒体，当然还有政府机关的这些监督和管理。这个行业可以说是我开创的，在那个之前是招待所，你只有两个选择，一个选择花较多的钱做星级酒店 ，OK 的，基本没有问题。那是不是那个洗涤质量过关？实际上你也不知道，请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那个时候就是住花50块钱、30块钱住招待所，那招待所的毛巾很有可能就在后院晾干的。啊，更糟糕的可能是还要很多人睡一个房间，啊，你根本就没有一个私密的空间，对吧？可能阿姨就来开门了，说给你送水来了。这个东西我亲身经历，很多年轻人可能经历没有经历过，那是因为我们给你们做了这么多现代的、简单的，而且所有成本控制上，我们做的非常精细的运算和努力，然后给消费者提供了便宜的、实惠的、干净的、温馨的这些产品。中国今天酒店业最挣钱的是我们这些集团，在国际上最有地位的、最被别人看得起的是我们这些集团。中国酒店业何曾被外国人看得起过？正眼看过，我们肚子就拿一个外国的品牌过来一挂，哎呀，就是老牛了，我可以卖更高的价钱，我房地产可以卖得更好。你们有没有点想法为中国人自己做点事情呢？我们做了，我们没有得到大家的喝彩，反而有一点小毛病，就在那儿挖刺儿，在那儿喝道场。我觉得可以，没有问题，应该的。但是是不是也看看另外一面，好的那一面？你的问题很犀利，我的回答也比较犀利。这个问题到底答得怎么样？待会儿我们可以亮灯。跟季总也是很多年的兄弟啊，朋友啊。对。我看这几年，包括这照片啊，季兄这个也越来越文艺范儿，修禅，喜欢法国的美酒美女。美女这个没有。第一是为了喜欢的不敢说。但同时呢，我觉得你做的行业很标准化。包括我记得当时你给我一本书，万豪的写的服务精神，打扫房间，万豪把它分为24个步骤。那么你这个文艺范儿跟这个标准化如何去把握？对，这是我们优秀的交大理工男的或者理工女的特点。我们对这个逻辑系统的设计，我们是非常精通的。到今天为止，我也不会铺床，我不会套枕头。我们一样打扫房间的，什么抹布，什么清洁剂，什么车子。那什么步骤？但这个系统的设计是我们交大人的特长，我很行的。第二个，我觉得交大的优秀男生是非常人文的。我们那时候办了个杂志叫《新三院》，复旦搞了个新叫什么叫《复旦风》。复旦中文系的简芳在这儿看过他们的杂志吗？《新三院》的杂志的水平远远超过就是《复旦风》。复旦就是说啊，天空多美啊，那我们不会讲，你怎么觉得？季总，一个现代诗，复旦的诗人是占有历史地位的。Okay, okay, 但是我们没有听说过交大出过占有历史诗人。有道理，咱们今天不是比黑诗写得好，我就说我们兼具了理性和感性两个方面。OK， 来，打住，这个我们不想这个节目成为复旦和交大的战场。我想说的是什么？最后一句话。我想说的是，文科生要去懂一点分析呀、逻辑呀，理科生还是要多学点文艺的事儿。哎呦，这话谁都不得罪。看看现场的观众亮灯，支不支持刚才季琦的表现？觉得好，请给他点亮一盏灯；觉得不好，继续留着。还有人不点了呀？不点了。1、2、3、4、5、6、7、8、9、10、11、30，恭喜你，请坐。酒店业啊，最近也是风云四起，并购之风愈刮愈猛，似乎酒店业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格局。来，我们先来看一看喷喷江给我们带来的一个短片。话说，在经济型酒店领域有四大品牌：七天、锦江、如家和华住。然而，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你一个不留神打个喷嚏，世界都变了。七天退市，被锦江成功撩拨，纳入后宫。大爷手里挥一挥手，如家退市成了手里的小娇妻。当年的四大品牌只剩下华住与锦江俩大老爷们儿，而锦江家的二少爷有着老爸撑腰，注定有着光辉的前程。不会走草根逆袭之路的，到现在还咬牙扛着的，也就只有华住了。
那么盆盆酱不禁要为华住住的单身狗的未来担忧，是继续坚守阵地啃狗粮，还是另寻后路？波士糖盆盆酱，接下来有你好看哦。非常的犀利哈，四大品牌只剩下我们季琦先生的华住和我们这个国有资本雄厚的啊腰杆很直的锦江。他说你是继续在他的这个余荫下啃狗粮，还是有一天也会嫁入锦江成为他的小娇妻呢？这个问题非常挑战的，因为这里有太多的这个爱恨情仇，有太多的渊源了。爱恨情仇啊，渊源，我就双方两个人曾经好过又分了吗？中国的这个所谓三大集团嘛，像我们三家都是就是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说你跟卢家对吧，卢家我自己创立的，当时创立的时候跟首旅合作的，锦江之星是个最早的国企，南燕原来是我的同事，还曾经有一度想把南燕请到卢家来一起来做同事，那个他后来离开了携程之后做了一个七天，是我跟孙坚有时候还经常有时候还在一块儿参加活动。前段时间就行业里面还蛮资深的一定开头的人跟我讲说，这个季总这边跟这个锦江之星已经谈好，确实是有这种江湖传言。我想讲两个事儿，一个事儿，中国的这个酒经济型酒店嘛，实际上是中国酒店的代表，实际上发展的过程呢，两个国企都做了很大的贡献。锦江之星是整个中国经济酒店的开创者，我只是用它这个基础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又推了更高一个层面上去了。第二个，首旅是帮助我和我一起开创了创始了卢家，我是把首旅建国客栈改成了卢家，把它名字改了，就是两个国企在这个经济酒店这个创始过程之中，这个行业壮大过程中起了非常非常关键的作用。但是后来这个游戏呢就有点变化，这主要三匹马吧，卢家、汉庭、七天，你们可以看到都是非常市场化的，基本上走的是融资美国上市的道路。相对锦江之星这个几年呢动作就过于稳健了嘛，就是说对吧，它明显的还是落后了这个市场化的这些公司。未来中国酒店业是要国企来主导还是一个市场化的公司来主导，我不知道，这个答案可以留给大家去看。哎，它就是死扛吗？就是狗粮继续吃下去吗？这死扛和狗粮，李老师在摇头，好像就是棒，对吧？我属马的，我属马的，属马的，马粮啊，马粮。我说几句啊，我可能这几句话说出来，我们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的啊。今天来参加节目，我发现你前面的头衔是四个字：创业教父。这他们给的，不是我给的。对，创业教父好在什么地方呢？你始终盯着蓝海，啊。一开始会计经营酒店闯进去了蓝海，赚了一笔钱卖了，那么现在呢你说做中档的经济型酒店又是蓝海，创业教父，言下之意和美国挂壶，是不是守业教父？我觉得我是不是一个成功的守业者，不需要我在台上用我的语言来说，这个说不清楚的，我也说不过学文的这些同学们，可以用事实来跟你证明。汉庭我已经做了超过10年了，如果从创业开始来说，已经是过了一个初创期了。然后再到手里，不好意思，就是说我们把七天、卢家，我们市值啊，我们先谈市值啊，我们不断的超越。然后加盟的踊跃度和加盟商的意愿度，我们都是名列前茅的。那当然有很多我的团队的功劳。那么是不是李老师给我那么一点点功劳呢？给我那一点点，好不好？就是我可能还是在参与其中，而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你可以不要说我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守业者，但是我觉得至少是及格吧，给我60分就够了。我跟你讲，你最好的还是跟卢发炮制，而且我断定5年之内你这个酒店要卖掉，你不卖掉你守不住这个业。我可以非常非常肯定的跟你说，我不会买的，50年不变，我不会卖的，我不会卖的。我一本书就一辈子的事业，我敢用这个书做名字，是把我一生压在我的事业上。实际上首旅啊，包括那个锦江啊，我们都谈过，对我来个人来说卖给他们是最好的。为什么呢？我的股份如果跟他们换成他们 A 股的股份，大家知道大概差不多目前有2到3倍的利差。假如说我现在有1亿美金，那我可能有2亿到3亿美金的这个就是 valuation。 如果说我是要挣钱的话，李老师你觉得我会不会干呢？我肯定会干，但是非常遗憾地告诉大家，我没有做这件事情。最后的我的选择是，对不起，我说我如果说跟你们合作，我有一个条件，我要占大股，我要做第一大股东。
我要控股。这个当然了，他们不会同意，那不会同意，那么那我已经没办法，我们以后再寻找机会合作嘛。你就没动心过吗？你觉得我会动心吗？一个成熟的企业家，一个理性思考的交大人，应该会动心吧？我没有一丝一毫的动心，因为我做这个企业不是为了挣钱，我已经过了挣钱的阶段了，我是为了我的理想的实现，我真心这么想。你是因为今天有钱了才这么说，还是在你创业初期你就每一次类似的选择的时候你都会坚守我占大股东，我绝不放弃我自己的孩子？你说那个时候为了生存会不会苟且？会的。生存的阶段过了可能就是事业，事业的阶段过了可能就是你的理想，你内心的那些高远的梦想。我觉得我差不多到了第三个阶段，你说再做第四个公司再投什么公司觉得很牛，这种东西对我来说没有吸引力了。我只干我喜欢做的事儿，我不管别人怎么看我，别人怎么想我，我都不 care。 所以你说李老师，你说你说了几句话我就断交，那绝不可能的。那也那个乐言说的话比你这难听多了。我不必断交还是好朋友啊。乐言，我觉得你今天我要继续说了什么。但是乐言有个报道说，那个有个人做节目说卢家请走季琦是卢家做的最正确的事儿。这个人实际上讲了好多我的好话，你们没有说。然后呢，乐言摘了这么一段话：卢家请走季琦是做的最正确的一件事。当时这位老总讲一些他可能在他的一些投资方面的一些经验分享，对，然后突然间就讲到了这句话，对吧？然后这句话确实是比较劲爆的。然后他就觉得你这一届媒体太不行了，就为什么就跳这一句话？然后呢，乐言就把这个作为标题写出来了。当时我挺气愤的，挺难过的。但是包括对乐言很有看法，我跟我的 PR 说，乐言例如重点关注黑名单，不没有第一位，没有，我从来没把你列入黑名单。要重点关注名单，就是说他容易出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事儿。说实话，你那篇报道出来之后，我见到季琦，我还问我说：“季琦，你跟那个谁真的有那么翻了吗？”然后他说：“我的钱还让他老婆管着呢，哪有这回事儿？”他太太是我的私人银行的管家。你说他们家孩子这个爸爸妈妈看病都说我把他找到医生，我香港没地方，我找不到按摩师，是他们给我推荐的按摩师，我去他们家吃饭。就是说有一段话，是把一个记者把这么一段话，实际上影响了我们两个人的友谊和关系。你觉得乐言你应该这么做这个事儿？不会啊，不要去帮我。但是我刚刚说了，就是像李老师讲的这个话，只要是实事求是的，或者是当时怎么样的，你不能，就是我觉得呢，翻这个友谊的船，你不能那个拆一句话出来。然后我们再来看事实，十年后看事实，卢家请走季琦。就是、对的啊，也是做了件正确的事情，要不然没有汉庭嘛。这事实就是，儒家现在已经从了首旅，季琦华住还在死扛着。我坚信，只要再扛住五年，也许锦江是华住的下级。首先，我声明我的完整的态度，我欢迎，我开放，跟包括首旅、锦江在内的所有的这些国企之间的合作。但是有一条，我还会坚持。大股东企业家主导，华住会不会私有？你像七天私有化了，然后这个儒家也私有化，整个格局当中现在只剩华住还在上市，你是不是就不会走那些中概股私有化回 A 股的这个道路？想啊，袁明，我太想了，我想能够说能够在中国来 A 股来上市，真的太想了。假使说这个锦江给了一个很好的，哎，您都能够回 A 股私有化的机会呢？像这个锦江这次他真的是通过这个公开市场啊，二级市场去买了这个雅高的这个，现在是大概11%。我确实在采访过程当中就是听一些这个知情人士说，确实锦江可能有这个想法，就是也许通过某些步骤或者一些公开市场的持有或者一些这个财务手段，慢慢的希望能够啊对这个华住有一定的这个。我做个调查行吗？你们希望我被锦江或者首旅或者其他国企收购吗？希望的请亮灯，希望的请亮灯。一个都不希望。你们前排七个有希望的请举手。我认为啊，我们过去80年代是靠胆子大的赚钱，90年代靠规模大的赚钱，21世纪就像你这样的动作快的赚钱，未来就有一个人赚钱，最专业的人赚钱，哪个领域里面他做的最专业，他就会赚钱，就会把人家灭掉。就像手机刚刚发明的是诺基亚、摩托罗拉、爱立信，现在死了，现在只有苹果、三星，包括我们小米，为什么做的最专业？所以在未来5到10年内，我们华住如果在中档的经济型酒店也好，或者在快捷酒店，如果你做不到最专业，你不想被人家吃掉，你也会被人家吃掉。
李老师，整个这个问题我是举双手赞成。就分工以后啊，越专业的人，你在市场上的份额和利润越高。我可以非常自信的跟你们各位说，我们之所以这么挣钱，利润这么好，不是因为我们贪婪，是因为我们专业。啊，我也不需要举证，我觉得这个有很多很多的例子可以说，可能就变成一个跟投资人的这个汇报了，就没有必要了。但在这个3到5年内，我目前还没有看到我们华住在怎么做专业化的方面有什么新的举措。因为随着我们负面新闻，我们的风险不断扩大，我看到你不断的在应付各种各样的危机。你说的未来怎么样子，负面新闻也好什么，我相信还会有。哎，我觉得所有的负面新闻，我就做大了，我们必须要去承受。我觉得只要你人出了名，公司做大了，覆盖了很多的这些大众，你肯定是要有的。我们时刻准备应付在那儿。我觉得未来收购兼并不仅仅在于什么好还是不好，更多的是一个企业家本身对这个企业的设计。我觉得一个企业，它是一个企业家的企业。我们的同行也是我的对手，万豪，大概80多岁了，那个心脏里装了好多支架，依然参加那个就是酒店产品的试，就是设计审核，依然去各地飞乐去看店。那我觉得这就是一种企业家精神，一种企业家对企业的设计和理解。他认为这个企业做了这么大，他们万豪的名字 Marriott 是个家里的名字，放在这个上面，他必须对他有所承诺。80多岁的老同志能够跑到能做多少什么事情啊？做不了什么事情，他是想把他的精神留在这个品牌里，留在酒店里啊。我做的事情跟他类似，我现在爱品牌，像我爱我的孩子一样，谁伤害了品牌，我就跟他急，他就是我的敌人，我就必须把他作为敌人来对付。我爱护我的品牌，而且用我的生命，用我的一生，不是我一个人，用我的整个团队去捍卫他，建设他，保护他。李教授说到那个未来的生意最挣钱的是专业，这我有一点点不同意的意见啊。未必未来最挣钱的是专业，可能是生态系统的不一样。像今天滴滴或者说是 Uber Airbnb， 左边是 P 右边是 P， 中间有一个连接平台，它成为一种新的生态的一个创造。对于这样的一个情况，您怎么思考？您怎么看 Airbnb？ 如果有一天咱们华住面临危机，可能打倒你的不一定是锦江，不一定是首旅，可能来自于一个跨维度的打击。外行的野蛮人。对 ，Airbnb 对我来，还有 WeWork， 他们的出现，包括 Uber 这个三个西方的怪兽，我觉得出来之后，我非常的害怕的，非常害怕。我觉得我们将来还能不能有机会活下去啊 ？Airbnb， 我想这个害怕的可能不是我一个人，我的全球的酒店集团的这些老大们都害怕。那么然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到今天为止呢，我的初步的结论是这样的， Airbnb 会分解到分流到我们一部分客人，但是目前看起来颠覆酒店行业说这句话为时过早。包括共享办公全部取消，就是这种什么写字楼然后全部共享和分布式，我觉得也不太可能，可能是一个逐步成长蚕食分流的过程。它有没有可能用非常高的市值很低的资金成本把我们诟病了，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它没有上市，它是大概几百亿美金了，那将来如果上市，如果顺利的话，应该几千亿美金啊。在我们这个行业没有这样级别的公司，最牛最牛大概就是200亿美金到300亿美金左右啊。所以说它如果说2000亿美金，你是买一个200亿美金的公司，这不是吃豆腐吗？像 piece of cake 对吧，很容易就把它干掉了。这可能是未来的威胁。你说的非常对，我认为是，我的完整的结论是，过去的挣钱可能靠专业化，未来的挣钱可能还是靠脑洞、生态链、新生态的创建、生态链的建立。这让我想起您以前的一个故事，您跟那个唯品会的沈亚以前是朋友，对吧？沈亚以前去请教过您，就是怎么去做融资啊，怎么去做发展啊。结果沈亚唯品会短短几年的时间，现在大概有60亿美金。您在这个酒店行业深耕了10年，但是现在市值远远不如唯品会。我确实心里不平啊，对吧？就觉得他们这些小孩儿就。温家，沈亚一个非常那个非常优秀的企业家，这个温州人，他集精明和理想于一身，这样人是我觉得属于商业奇才，啊，我也有那么一点点，但是跟他们比，没他们幸运。这个沈亚曾经有阵子还跟我聊，就是怎么融资啊，连这个融资的这个东西都不懂啊，一下这么成功，我心里不平，但那个已经过去了。我认为互联网企业被过高的抬高了、捧高了，线下的企业啊，被在过去的这么多年来。被低估了或者被冷落了，饭还是要亲自吃的，觉还是亲自睡的。我举一个例子，
你们看看马云融完资之后做了最多的诟病是什么？他买了很多线下的这样的一些东西，他进了苏宁是吧？他买了报纸是吧？现在的酒店行业已经不是十年前这种跑马圈地的这么一个状态了，很多企业需要去谋求新的转型，有新的模式去尝试。但是大家都知道，要做新的尝试是一定要有试错成本的。但是呢，我们现在华住呢处在一个资本的环境下，你又需要去平衡资本市场所要求的一些短期利益，那就是您看来现在华住是不是到了您认为最危险的时候？大家呢还是那句话，喜欢谈论创新，喜欢谈论新品牌。那么我可以跟你讲，国外的这个十大酒店集团哈，带来利润最多的、发展最快的，这个集团整个支撑的都是那些老品牌。我们永远不要因为有可能存在的机会和创新而忘却了那些在默默耕耘的，用工匠精神在那儿不断的精细的、专业化的、求证的、收敛的那些老的形态和品牌。一个国家、一个企业、一个家庭、一个人都是如此。我觉得这个社会不要一或者零，不要是好和坏，这个中间如果是按我们这个梳理化的阶段，中间是一个无限的大的可能性。如果让这个世界打开变成一种无限的可能，这个世界是多么的丰富有意思呢？这种人生观是我是从打造中来的，换个眼光来看世界会不一样，你会爱所有的人，爱所有的东西，所有的事情。您之前学的专业是工程力学，同时呢您又是学过机器人这个专业，您还是一个有很大财富的大 boss。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逻辑的轨道上，您有没有想成为中国的钢铁侠或者是中国的马斯克？我想的，我想改变更多人的生活。你像马云，他改变人们的生活比我要多，一个亿的人对我来说不够，或几千万对我来说，我想能让更多人能够因为我的商业活动能够让他生活更加美好。但是我觉得我不能，我不行。第一个，我的年龄到了这个年纪了，做互联网我觉得我老了。第二个，我的这个行业，我的这个企业离不开我，我的承诺就像刚刚李老师挑战我的，我不能离开。我离开了这个企业，很有可能这个企业就走不远，早晚被收购，早晚被卖掉了。我觉得我这个企业创立了，我对我来说更有意思、更有挑战的，我是要把华住变得更加美好。虽然有不完美的，让它变得更加美好，这是我的追求。我觉得从这个中，我找到了一种不能讲自我，找到一种快乐和一种无限的一种爱。这种爱过去我那个三个照片你看不出那种爱，现在在我这个心里就这样的爱在支撑我。这个爱我说的不仅是男女之间的这种爱，我说的是那种心里充满了这种大爱。每一个人，哪怕是一个小蚂蚁，哪怕是一个飘来的那个柳絮，你用多爱去看待它，这个世界真的会不一样。这就是我现在的心情。不是，你刚才还说如果对敌人还是要睚眦必报的，那你现在还有敌人吗？谁是你的敌人？不是，我没有用睚眦，对敌人我是要坚决的去反击的。我认为的美、善、真，我都要去捍卫的，否则人生就变成，那就变成正像小狗一样的了，就狗粮了。那我不是狗，我属马的。季琦是兼具理性兼具感性的一个交大人，但他身上有复旦的因子啊。给你总结一下，用复旦的语言方式，用交大的理性思考来告诉我，华住是什么？创造美好生活，跟国民酒店没关系了，是吧？我以后写诗，这句话是我内心里流出来的。华住创造美好生活，是因为我自己的人生阶段经过了这么多的就是变化。你们刚刚看到我那些照片哈，照片只能说明一个部分，实际上我的内心的变化我觉得比照片更大。我觉得这是我内心的觉得，我做这个企业我就是应该创造美好生活的。如果我做不到什么三倍的这个股票，什么什么媒体的什么法国的什么勋章，什么乐言的给我的表扬，什么李老师的案例，毫无意义，对我来说 nothing。 那个七字勋章那个东西对我来说什么都不是，我回到家就给我儿子去玩了，真心话。我没有把勋章看成一回事，不是说不尊重这个勋章，名誉对于我说太不重要了。如果真能让这个生活更美好呢，就创造美好生活，这就是我觉得我特别特别高兴的事儿。所以很多人出差他住不起台奔斯基，住不起 Hilton， 但是我的全季，我的汉庭能让他过上一个尊严的这么一个旅途生活，有什么不好的呢？而我正在干这个事儿，虽然不是那么尽善尽美，但是我们大部分人真的是用这种心去做，至少我一个创始人是这样子的。我能感染到多远，是一万人还是六万人我不知道，但是如果是一万人，我先把它往两万人去更多的传播，对吧？所以如果有六万人又有一亿的用户的话，那就
很多人的生活因此变得更美好，所以我们大家应该谢谢您。季奇先生来，请您站到舞台中间来，因为面临着下一轮投票，大家对他刚才的这个回答满意吗？请亮灯。哇，真快了，别急。您的这个善意、诚意，我觉得打动了现场所有的人。谢谢大家。我觉得好像很严厉的、很犀利的商业问题，完全无法打倒我们的季奇先生哈。千万别这么说，这么说他们就一个个弄我了，这是挑拨离间。不，我非常简单的压力100秒，就是非常简短平快的问题。然后呢，也请季奇先生短平快的来回答我们。商道君道财经野人文，欢迎收看由西班牙皇室用油贝蒂斯特级初榨橄榄油冠名播出的波士堂。欢迎登录一财网一财客户端，欢迎收看波士堂同步视频节目花絮、嘉宾观点分享，参与评论互动，留下您的精彩点评。更多波士堂提问互动，来澎湃新闻问吧。关注微博电视，参与话题波士堂互动，会有更多的惊喜在等着你。想来到节目现场面对面感受 BOSS 与极客团的商业智慧吗？请关注屏幕下方波士堂节目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准备好了吗？现在开始。交大女神好看还是复旦女神好看？每个女人都不一样。在交大谈过恋爱吗？谈过。你最爱的人是谁？我的家人。你是妻管严吗？不是。梁建章、沈南鹏和范明如果要借钱，你会问谁借？建章。如果他们都落到水里了，你会救谁？救离我最近的人。如果要诉苦，你会找谁？我不会的，谁都不会。你有多少钱？10年前，我们是一匹黑马。10年后，我们选择颠覆自己。在这个快速裂变、充满可能的时代，不要停，才会有希望。2016，波士堂全新出发。4月9日起，每周六晚10点，波士堂全新播出。隆重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95周年，荧屏献礼，面向世界的中国共产党，迎接全新的历史时刻。他们用理想照耀中国。聚焦党的诞生地，见证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红色力量，你我传承。本节目由百年品质西班牙原装进口贝蒂斯特级初榨橄榄油独家冠名播出。你有多少钱？我不知道。最近有没有失眠过？没有。你觉得未来酒店会消失吗？不会。我知道你非常欣赏很多法国的诗人，而且你自己也写诗，你能给我们最后朗诵一段你自己写的诗吗？可以啊。这是我开车去西藏的之前有感而写的一首诗，那题目叫远行。每一次远行都是一场离别，也许只是一次短暂的别离，也许从此天涯甚或阴阳两界永不复返。我们不知道这一次是生离还是死别。每一次远行都是一场旧事，也许远行是为了拯救，也许出发是为了赎罪，但是往往既拯救不了别人，也赎不了自己的罪孽。每一次远行都是一场重生，也许我们会脱胎换骨，洗心革面，更多的时候除了鞋子上的泥巴，我们依然故我。但是至少远行给了我们更多生的理由。每一次远行都是一场未知，也许在前面拐弯处会遇到梦里的凌霄，但是大多数时候只是无聊的路人和单调的风景。对于远方，就像对于未来，对于我们自己，憧憬
但一无所知。谢谢季总给我们带来了一首自己写的诗，一颗永远不羁的、永远在跳动的、永远在路上的心。华住是要创造，创造美好生活，创造美好，让我们一起创造美好生活。那我们也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为你的创造加油。谢谢。继续求真、至善、尽美。谢谢。来，谢谢我们的极客，也谢谢现场所有的朋友们，谢谢你们。欢迎您登录一财网一财客户端收看郭士堂同步视频、节目花絮、嘉宾观点分享、参与评论互动，留下您的精彩点评。也欢迎登录独家战略新闻客户端、澎湃新闻客户端参与节目互动。感谢东方企业家、新浪微博、新浪财经、中新网、大声网、优酷土豆、爱奇艺、搜狐视频、TVTV、华数、今天 FM、喜马拉雅 FM、凤凰 FM、 UT Radio 以及2345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